油丸那里骨食天香，虽然面炸掉的，也不过看下这体态又阁不错。连迄身躯上，都有阵阵的香味呀、啊！不过鼻到，安尼摇摇欲醉，一双手。搁掺像米粉糕安尼白苍苍、幼咪咪呀，我哪看哪好奇，我着上这红面巾，上伊掀起，看伊庐山真面目。是咯，王妃这尼啊漂亮，不如让我代替国王，好好照顾伊后半世人。伊个家，我来甲好好亲切的。啊！你，王妃，啊你是咧哭怕什么呢？皇叔，你为什么跟我再来这么近？皇叔，皇叔，我看到我的国王。为什么生个这么气的呀？你的国王是不是？不对，你的国王踮在沙场现地开我一刀，我不甘愿轻易杀死你啊！安怎？少年哦，你的手段来这么残酷，我坚定我的国王落在你的手中，马上进贡宝物，来跟你交换人质。你金沙老跳，这条所在，若不是伊死，就是我活；若不是我死，就是伊亡。安怎？进地所在要称你英雄，就是爱敢冲敢拼。今仔日就是死不认命，这死在我的手头。王妃，想袂到啊，你年岁已经袂少了，伊原本应该这尼啊水，归去安尼死，留在这多年国所在，作为王妃，原来。我做你老母的当官，你都嫌讲我已经上年纪，搁再讲你太是我的后生，你是我不共戴天的元首啦，只管五国金沙做不了你，所以我讲这死在你的手头，我还何事？我要倒倒来我的国中，为我的国王办你的事。你搁再讲，你袂用来走。你留你后宫好啊，陪伴我。不可能，人无分官家，无分年岁。我哪样？我就是会爱你，我会照顾你。你是在造谣的啦！我清醒。王妃，公主，你是在创什么？因如今金沙公已经战败，伊不是计过国投降啊？你哪对人这样欺负？阿弟，阿不然在做什么？我告英俊你，来到这个所在惊到。我的思想我不要你改观，蔡玉芳啊，你真水，你真古锥，你嘛真硬气，查某人个性大概，较早我看到你真喜欢，嘛真欣赏你，也唔过娶你了后，我才知咱两个个性袂合，你水到亲像冰山美人，而且囝嘛生落去啊，人讲生一个囡仔就够机会呢哈，你这面皮笑起来是咧哩哩咧咧嘛呢？你这个查某，我哪看会介意？我妈想爱变个冷冻库。杜小天，你讲话甲我臊屁无要紧，但是如今你想要爱的，你要得到，你都已经得到了。你并吞小白，攻打金沙，金沙哥嘛已经死在你的剑下，到今日一切还阁无够。对方是金沙哥的王妃呢，伊做你的母后，都得当过啊。你哪能对人如此的藐视呢？安怎？我对付王妃，就参像过去对付你同款。伊愈无爱，我愈迷，这叫刺激，我欢喜。安怎？伊阮如是我手中的鸡卵啦。我若欢喜的时阵，我甲挲挲摸摸的啦；无欢喜，我甲地好破啦。你，
无经过，你的故乡今年半点都无改。好，是我用风无力，无得改变你杜小天的个性。你有你的霸气，杜小天，你就是无药可救了。小辉，小辉，卖花，唔使王辉啊，你这尼啊水，无人会当比过你。虽然伊少年呐，少年哪有啥物路用？无你的体格，无你的面貌啊，无你的气质，来来来来来，放心，我予你一个交代，我会尊重赛玉芳甲李雕，然后予你做我王妃，你喜欢哈？你还阁真少话，你竟然阁唔知王妃的好报效？我甲你因为不相同，咱两个人有冤仇，我无可能服从你诶，敢真正诶？对，安尼好，人伫咧讲，无你也无通子啊！哎呀，你真乱来啊！来啊！不可回来！我回归啦！我查甫人，你查某呢？你哪会回来？我要来换哪一次？来，阿妹，来我来！哎，保佑！加个保佑，脚床头我直哭哭。你呀，会变笑！阿玲啊，阿玲啊，来呀！害我啦！看遮久，物件害你，这物件我的啊！你的？自细就伫我身躯边啊！自细就伫你身躯边，哪里真好？我问你，你的四大人够伫咧无？当然嘛有伫的。我可袂当见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咱讲条件。按怎讲？你若要见我母后的英俊，你要答应给我。好，见你母后会当着。我绝对无条件嫁予你，敢真正？是，安尼好，你暂等，我娶母后。母后啊，我要阁娶某啊，母后，母后，来来来，金沙王妃要见你，我要阁娶某，来来，你别讲。你就是王妃是？你就是金沙国的王妃，来到五国有何事情啊？五国战败，我是进贡的来到这，有一件代志，我真需要。我真需要你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。你有什么样的问题，真细不好。对你较歹势，我只是要问你，你的红脸杜小姐，敢是你亲生？王妃，你来到五国，我本来应该以礼相待，还阁请问大夫，你着问我这句话，你敢会伤过心嘞？是嘞，严哥这对我真重要。因为你若是瞒骗我，可能这段议论的故事，代表成历史，好后代的人，万古的臭名。阁再讲，你咱爸爸是查某人，你有听你父你的心肝，你就会当了解我失去囝的心痛。你对我老实讲好，我拜托你。好，你若是要知影。可是小天并非我的亲生子啊！那那是你是为倒位给抱回来？工厂所在。工厂是不是在木头底？你哪知呀？我当然知。红色红丝跟我扣扣了了，一千万一条红丝给是我的，你敢给我生一个天？这张纸算都是一个老母体的，为什么我今天见到囝是这么丢脸？我的亲生囝都无了亲老母了，我真可惜啊！我把命给了，王妃啊，不要，我这张是你的亲生囝，可可是这不是我囝啊，这是我捡的。我十八年前，刚结婚，我你可能不会听我是你跑到的，我是你跑到的。金沙王妃是我的母后，金沙国是我的父王，我生囝要太父王，无力
理啊！我来安尼